主料川贝咸猪峰六指左右，辅料盐一点点，凉开水三分之一碗。川贝咸猪峰在药店有售，把川贝风咸凉开水一起浸泡20分钟，再炖 1.5 小时，大火转小火就淋开，放风带大小而放。我个小孩分两次天。烹饪技巧，炖前浸泡20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